看不见的健康杀手，台湾空气污染有多严重？高雄、嘉义、金门名列全球十大空污城市。中国飘来的有毒雾霾，工业区与汽机车排放废气，悬浮微粒超标，全世界只比智利好。呼吸道过敏、心血管疾病、PM2.5 对健康有多大的危害？管制空气污染，政府该怎么做？周五晚间8点南部开讲，看不见的健康杀手，如何守护健康，管制空气污染？